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珊珊。端午节又到了啊，祝大家端午节安康。这个粽子在端午节是必不可少的，今天特地过来摘点这个粽叶回去。老爸做的这个篮子好适合摘这个粽叶呀，暴风雨又来了，端午节是必下雨不可，感觉是。我们准备来包这个鲜肉粽啊，多包一点放在冰箱，早上的时候可以热的来吃。我这个粽叶也摘得多，糯米也泡得多。这次准备的糯米挺多的，这个糯米还要再泡一会儿啊，趁着这个泡米的时间段，我们来弄一个白辣椒，放点盐。不是，这样会漏啊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这样来，来来来，给弄好了一个，来你自己装。你不用，容易带你干净不了的，你下面。这可是你的作业耶，你要好好完成啊，不要漏哦。圆圆，你在包这个什么粽子？我在裹这个干嘛？三角粽。这是三角，这是个扁扁的。这个粽子还要带到学校去的，交作业。你会不会这个粽子是全班最丑的粽子啊？你请老师吃，估计老师会嫌弃。说呀，关键是好吃。漏放的多不多？你跟你说。粽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都没有我了。这些是我跟洋洋包的，就这么一点点，丑的要命。这些包的最好看的就是妈妈包的，就再怎么学还是比不过老妈的手艺啊。然后这个包的粽子也不好看，还要多练习几年才行啊。接下来准备去煮粽子了。包的真的是多，这一锅都快满了，差不多要煮四个小时左右，公子要多煮一会儿，那也挺好吃。盖上锅盖，煮锅了，有没有好香？哎呀，好紧啊！小心点耶，你的铁手要注意，不要烫哦。好紧啊！我就担心，我担心洋洋包的，你知道不？洋洋包的好像没捆好。太多了，慢慢吃呗。这个葱大，哎呀，糖葫芦喽！妈妈一大锅呀，我都装不动啊。这个无敌大的三角包是洋洋自己包的，放里面放了好饿了喽。这么大一个，洋洋。你吃了晚上能睡得着觉啊？啊，睡才睡不着呢。吃饱了才能睡着。现在过节嘛，好多人都回来了，然后老爸老妈出去聊天去了，我们就在家里偷偷的吃粽子，吃个宵夜再睡觉，是吧？销魂啊，还是肉肉好吃是吧？不过你很厉害，你成功的包成了粽子，这已经是最棒了。